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的范例哈。那各位呢，你从我们这边打开它哈，范例一打开之后，你进来了，刚刚有提到在左手边这边都会有一个大纲，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直接跳。那原则上老师的教材都会像这样安排，就是第一个会先有一个应用的范例，我们先看一下在这边，你可以点开看一下。各位应该知道这个在现场开片的时候会直接变这样吗？应该不可能吧，对不对？如果拍片的时候是这样子，那就要变魔术吧。那我们不会的怎么办？就要用后置。所以 A 它比较厉害的就是在后置这一块，好，后置这一块。好，拿下来，对不对？像这样子哦，抓住。OK， 好，我们看到这边就可以。那么另外我往下看，往下看，这个是缩时摄影，我们从56秒这边，所以我打开它来看一下56秒。好，我们进到56秒，请问要做这样子可以吗？有没有像各位在做什么？你们在 Photoshop 有没有过阴影？所以我们只是让阴影会动而已，并不是真正的 3D， 在这边还只是 2D 而已。好，我们下一个范例就会做一个类似这样子的，所以这个不会太难，但是你可以知道 A 能不能做得出来，可以的。好，我也相信各位很快就可以做出来，因为呢，我们都说 A 叫做会动的 Photoshop， 所以你会 Photoshop 基本上就会了。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像这样的一个方式，来看一下吧。有没有旋转？有没有影子？有没有叠在上面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利用这个范例让各位先看，你看上面是不是有影片？对不对？这个不难，但是最重要就是要让各位先了解一下。哎，我们会介绍到五大基本要素，刚刚有看到六子渊是不是有做动画？对不对？那会有几个部分哦，那像这个影片也可以跟着它走，就可以简单的去完成。好，先让大家呢有这样的一个基本概念。好，好，那你看到这个之后呢，老师有帮你把素材准备好，所以你往下走，有没有有学习重点？还有我们的素材，学习重点你可以把它打开，这我会放在另外一个文件里面，会告诉你我们待会呢会照这个方式把它完成。那么素材档案在这边已经有了，所以你有需要的点到它，把它下载下来。按下载就好了。好，下载打开之后，老师的完成档、专案档跟素材都在里面哦。好，我们找到它，在哪里？还没有看到。我们现在下载好之后，你按右键解压缩至此就可以了。那个资料夹我帮你留着，有没有？在这边点开它，里面就有我们 A1 的专案档在这边，所以我们 A 的专案档叫 After Effects 很卷的，有没有？叫做 AEP， 好，跟各位用 Photoshop 的 PSD 是雷同的概念。那我们所有用到的素材放在这个 Footage 这个资料夹，1、2、3、4，有没有？这四个，这个当背景，这两个放进来移动，然后呢，这个影片到时候就放在这个洞里面。这样有没有了解了？所以如果你下载解压缩之后，从这边打开就好了，都两下。那 A 比较特别，不像 Photoshop 一样，所以呢可以同时开很多个，它一次只能开一个。所以你打开的时候，它问你你刚刚玩的要不要保留，我们就按 No 就好了，按 OK， 有没有真的进来了？但是呢，如果你打开的时候遇到这个情形，等一下我们再跟各位介绍你要怎么处理，好不好？OK， 那我们就先到这里，好，先到这边，待会下节课再继续。